原教师给我结缘，先要讲到小云法师。小云法师在香港认识我，所以我说你有什么东西想写的关于佛教的，我一定帮你。我答应过他，因为我在罗马第一次他去开画展，他还没有出家，我在罗马见到他，所以他讲他的一种心中想用音乐来改造社会风气，我非常赞赏他的看法。我说你写歌词，我一定帮你写歌谱。我来罗马就要学音乐，写出很好的歌，让他们唱得开心，大众听得开心，也就是我不开心，是这样缘过来的。所以我来到这边高雄呢，就提高雄啊原教士净定法师写歌词，开始就是净定法师开始做歌词，他还不会说，我告诉他怎么写得更有力量，所以他一路写一路进步，难得，因为他心中能把讲道的材料写成歌词，他也讲道时候能够讲道就用的歌词就唱出来，这点这是最难得的。来。
着诸位听他们，留心他们大声、小声、快慢，这个对比看很清楚。这校长的功夫传染给他们，所以他们进步了。听可以听清楚后边歌词叫两行，所有咒语里边的这两行意见很小，里边所说的话很简单，但是里边很丰富。他们给我的博士学位啊，是事前全部通知我，就告诉我，喂，12月初3号我们要送博士学位给你啊，你前来台北。我说我脚痛不能去，我老是瘦，我就不想来，我无端端瘦是有愧啊。我说我不能走路，他说我们要来，全校工作人员主任通都来。来什么地方？来我住那个地方。那个不对啊，我说公家的事应该在公家的地方。颁发证书，请董事长善书基主教为黄博士拨穗。Thank you.
眼睛睁开，赶快总可以握他们手。教授，问他们，教授，教授，总统握你的手呢？赶快握你的手，刚刚感觉到没有？有，哎，看到，哎，眼睛张开了，张开了，赶快，哎。来，往左边看，总统来看你，总统总统来看。从小就唱你写的歌，哎，他手很有力。我们从小就喜欢唱这主角歌。对对对，我们唱。我们刚说总统要唱歌给他听，他好兴奋呐。我唱给你听好不好？好。你小的小的高兴啊。淡淡的三月天，杜鹃花开在山坡上。杜鹃花开在小溪旁，多美丽啊！乡村家的小姑娘，乡村家的小姑娘，今年春节小姑娘，穿上杜鹃花。Oh,